大家好，今天是12月27号啊，星期四。最近我们这个东方财经的基金华尔街呢，在办一个活动，大家也可以参与哈，就是我们叫做苹果王的竞猜活动，就是每天呢，你预测这个苹果的股价呢是要比昨天的价位是高还是低还是平。那么我相信很多朋友对于短期的这个股价的攀升或者下跌呢是非常非常有兴趣的。我碰到很多朋友，可以说80%甚至90%，对于第二天的股价的波动是非常具有预测性的，或者说他们想知道到底明天股票是涨呢还是跌呢？如果你预测的对，你就是股王；如果你预测不对，那么可想而知。我们用什么方法？这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那么我来给大家看一张图一哈，图一就是苹果的股价在周三的时候，就是我们参加竞猜的时候，可以很明显的就是破位了啊。那么破位以后呢，我们就预测这个苹果的股价呢，应该在周三的收盘价呢，应该要低于周二的收盘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智力游戏啊。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短片。趋势线，技术分析中只连接一只股票在某一时期内的最高点、最低点或收盘价的一条直线，用于估测该股票的涨跌趋势。突破趋势线通常表示一个趋势出现反转。OK，看完这个美股101的第一堂课呢，趋势线，大家也许更明白，因为我们最近谈的更多的是关于趋势线的问题。那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周三的。就是开盘的时候拍的，就是当时我的预测，大家请看一下。那么从今天苹果在过去的，现在还有大概最后15分钟，现在苹果的走势看来是和整个市场是逆势而行的，所以今天可能是开低的概率是比较大。那么如果说你编辑短信就直接发跌或者涨或者平那么你就可能影响这种。好的，看完这个视频呢。大家就知道怎么参加这个竞猜活动，这是大家提高交易水平的第一步。首先呢，我们只要预测发送短信，如果大家没有短信，也可以发送这个你的猜预测的结果到我的微博留下您的信息，因为我们给出金条和银条，就是这是我的微博地址。只要你把这个竞猜活动的结果是涨还是跌还是走平，在开盘美股开盘的半个小时之内。发送微信到我的私信里面就可以了。那么下面是我的这个微信私信的微博和微信的一个地址。那么在说到最后呢，我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我们今年新年1月1号前的优惠活动。我们都知道大家辛苦了一年了，都想能够回家到亚洲的各个地方去旅游啊，什么？我们这个新年活动呢是非常非常优惠，欢迎大家看这个短片。距今，华尔街赞助交易商 xoptionstrading.com 受政府监管，安全可靠，十分适合想做短线交易的美股投资人。没有佣金，没有买卖差价，25美元就可以交易苹果、谷歌、百度等昂贵美股百元股。同时可以交易外汇、黄金、期货等超过80种交易产品，6×24小时全天候交易。新开户送金，入金5000美元送金2500美元，入金20000美元送金20000美元，还送 iPhone 5手机。立刻拨打1800-958-85611800-958-8561了解详细情况，获得模拟账户。好的，看完这个短片呢。大家一定呢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哈，这个因为这个优惠活动是限量限时的，希望大家拨打1800-958-8561 1800-958-8561，那么我们下周一再见。